刚刚呢，大家有看了这个加入影片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顺便来看看教材里面除了影片还有什么。很多有可能是网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边哦。你看我们的这里任务里面，我这里有几种教材类型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好，第一种就像我们刚讲的影片题，影片题哦，比较没问题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网页的，所以。当你把你的网页，我看到某一个页面，我想要把它变成我的教材之一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它的网页是就变成我的网络里面的一个教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呢、哦？我们到这里来，比如说，其实我现在到还蛮少到雅虎的，老师的首页都是设哪里？雅虎吗？还是 Google？用 Google 的当然就表示你比较喜欢找资料，用 Yahoo 的就表示你比较看新闻看八卦。我现在的首页就是 MSN 的、啊，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MSN 去年底那个改版还不错，它有一些资料还不错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生活的好了，这个最近常看到的 ，FB 上的很多人在传的，假设你要这个，从这边。增加这个有没有抓到？有没有？但是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、哦，有些页面它并不允许你被放进去，为什么哈、哦？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原因啊，因为有些人像这样是把别人的网页当成我的内容来做，对吧哈、哦？所以。网络上呢，就是有这些不良分子嘛，他会把你的内容当作是他的财产嘛，你负责写内容，我负责帮你赚钱，这个，所以我在这边有写哈、哦，在您看到的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延期资料这里，还是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放进去，好吧。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，就是有国外有这样的情形啊，所以他这边哦，就是人家有些网站他要避免。那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？我通常就是先加进去没关系，好，我就先把它加进去。那加进去之后呢，我可以来我的弯道这边，我再做修正一下。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加进来了，有没有标题还是有抓到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个这样。我先发布一下给您看一下，您会看到的情形哦。按发布，按发布表示说我这个已经 OK 了嘛？好，我可以，对，就是等于说我现在在整理中。那发布的就是不管你是有公开或没公开，就是你的群组都可以来引用这样子哦。好，你看我现在发布完之后，我就来做所谓的学习的哈。来，你看我点这里，有没有出现在？那你不要觉得难过，反正就是有些网页人家不想让你这样做嘛，那怎么办呢？通常我的做法这个部分呢，我就会把这个页面抓一个图过来，好，抓一个图过来用哦。那您可以看一下，我这里有一个有这种 sample， 像看一下教材类型，这里啊，糟糕，这里好像没有放，有点像我刚在这边，就是我会去抓一个图了哦。那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叫做右手边这里，我不知道平常老师抓荧幕上的画面，您都用模具抓，不用工具徒手直接按 print screen， 这是一种方法，但是你常常要裁切嘛，所以这里有个小工具，我想可以顺便跟老师介绍一下。我平常比较常用这个 ，pick， 一样，您进来之后可以把它下载一下。这个大概好像20-20 mega 左右，比刚刚那么大一点点，但是它好用，哦，它比较好用哈、哦。我通常就是会像这样，但我抓给老师稍微做个参考哈、哦，您可以，好，下载中，好，那你看哈、哦，我先把我的那个网址，我现在稍微整理一下。我们刚刚这样用了之后呢，
好，在这里，好，我就继续编辑。哎，我先把这个地方标题没问题 ，OK。那我这个网址这样是不是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直接按砍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待会呢，你砍入之后，它会进到程式嘛？我们先离开。好，先离开哈。你可以从这边把刚刚这个网页的网址，我可以把它先复制起来，有没有？反正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网址抓起，变成超连结的。我就来砍入这边，好，我就直接贴上，这样是不是就有网址了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呢，对看的人还是不大礼貌，因为你只是有一个连结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内容嘛。所以通常呢，我等这边抓完了，你看到这个已经抓完了，一样这个不用安装，好，这个它官方就提供免安装版的，您解压做支持。好的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这个？好，打开之后呢，这个有中文，所以您可以不用担心哦。好啊，不用新版本的了哦，我就直接从这边，好，先切到我要的画面。我来这里有一调色盘，对不对？点左键就好了哦。它有很多功能，它其实也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白板笔的功能啊，只是我比较少用它哦。来，荧幕截取，我就截取我的矩形区域就好了。我只要这个部分，好，我就抓我要的范围，有没有？拖一下，哎，这样是不是抓到了？那当然，如果你有需要一些说明的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工具看起来有点熟悉？好像小画家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像这样。那你可以哦，我们的重点在这边，你就把它画在这里，但是颜色错了，哎。有没有？那你要画个，我常常用这种箭头，因为那箭头可以很方便的就这样弯来弯去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步骤式的，有没有这个一二三四？我就告诉你，哎，你先按这里，然后再按这里，然后再按这里，有没有很快？对不对？不错吧？奔起耶，光标，而且不用安装。好，那。而且呢，今天如果说我这个假设这个画面完了，我在下面，哎，我也想再抓一个画面，你也可以再继续往下抓。好，在这里，如果你要完整网页抓下来，它也有完整网页哈、哦，有没有一个叫做卷动式刷？那完整网页它就自动帮你卷，你千万不要自己拼哦，自己拼很累哈、哦。好，那你看我一样，我用矩形的就好了。好，我就再把这个地方把它框起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刚刚的有没有还在？对，这样是比较方便。哎，因为我们剪贴布很逊嘛，永远只记得最后一次嘛，所以只要你视窗没关掉，哎，我都可以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储存起来，对吧？可以直接储存起来哦。所以像这里，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做好了，我就直接用复制就好了。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，因为 OneNote 本身并没有提供储存的空间。并没有编出的，那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你放到自己的网站上，啊，有自己的空间上。那另外一种，其实我会顺便再搭配这里，老师可以顺便看一下我们右手边准备一个东西，在这里连结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图床？也就是我今天我没有自己的网站空间嘛，那我也不想要用那里，反正这个资料其实还好。是比较新闻式的，不是那么重要的，我就利用这种所谓的图床，你连存档都不用，所谓的存档都不用是，我在这边本来正常我们是会把它做储存嘛，比如在每个组，现在不用，你只要复制就好了，复制完了你可以来这里看一下，在这边有没有一个上传 ，Ctrl 加 P 就好了，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来帮你存档，他就传完之后就会给你一个网址。你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，现在我就会回到这边来把刚刚那个贴上哦，在这边，你看我通常会给他看这里，这样表示说你当我连过去的就是这个网站嘛，这个内容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如果你遇到刚好是遇到这种比较特殊，那你也可以再补充教材，补充教材这边有没有？我们刚刚在加这里的时候，你看。右下角这个就是补充教材，我看到了哈、哦，哎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做在这边做说明啊，啊，也可以在这边做说明哦。那如果说您觉得哎我的说明有需要额外的补充，像我们刚测验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正解在哪里嘛，
哎，在那边哈，那所以按储存，这个时候我重新发布，你再看一下，这样子，至少我可以知道，我刚好看到这个，它可以从这个连接连过去，这样子。好，好 ，OK， 所以刚刚介绍了两个方式啊，两个方式就是您搭配这个网页的图床，再搭上我们的这个 PickPick， 给您做参考，来还给您。